说话你先说。说啥？你说开始吃。撸它。让开，把这去掉。去掉之后，我给你撒上的这个啊，你知道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是草莓巧克力碎啊。这是啥？这是吃的。你撒上去，哎呀，我这感觉不错呀。把下边也撒点。好了，吃吧，开始给，给个勺子。你每次都让我伺候你，你长手没长手？一天跟个傻子一样。我找你拍视频，真是瞎了眼啊。你自己吃吧，你自己吃吧。嗯，挺有眼光的啊，先让我吃。没我的。嗯，这酸奶味的挺不错的。给你拿着这个吃吧。让我拿着这个吃。让人家看看咱家爆浆蛋糕爆的稀碎。嗯。哦。给老铁说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啊，好吃。哎呀，啊，你慢点吃，谁和你抢啊？有人和你抢吗？还有这么一大块呢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吃啊。好，它太好吃了，管不住嘴呀、啊。我们的嘴，哈哈哈哈哈，我们嘴啊，你吃吧。